起来欢迎李小花。今夜搁再想你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小花。这个没有绝对的那个歌唱技巧，真的是没有办法唱这首歌的。是，我很少听女生挑战这首歌。是，这首歌真的不太好唱。对呀，你刚唱我找不到任何瑕疵，哎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刚刚在跟他说好好听，他唱的好。我也在里面找不到任何龙虾。就搞趣味了。